未曾冲锐气，会感伤悲。近行心中并波起，遥望荆州心自弃，激动我口吐血，连番失他气，屡败阵计未遂，枉费一番心计。只愿我真好胜，不得家防备，上卿兵随荆州，灭他志气。谁知惹到孔明阵那智计，如布鬼一计，反战不胜利，令我心中愤激不升，怎马下气呀？禀都督，孔明有书到。吓，孔明有书到，请来我。大汉军师多智，收函都督奸臣啊！文君欲取西川，何不知益州文强地险，用兵不易，大敌的曹伴陈失那里，上司报复后事也机，捉下龙师远征成大计，曹操乘虚而至，我再言未舔熟之交难作事，此书相达贵府辞望都督无大意，再三思虑好事为之。哎，读罢了书函，哎呀，只讲得心如刀刺啊！何生量，既生量又何必生啊不取，谁料你个空明一刀，处处于鞍坐对，更被他屡占上风，正是一着其差难对敌，几番算定总成空，弹枪起来，真真是棋杀人。受气浓，鲜血痛不得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啊，周郎用兵扫负神奇，出师多胜利。
大日军阵钢刀，戎马十年生死向不畏忌，论战略上记火烧赤壁，江山一战令曹操丧胆，惊慌走避，金花气得半死无法复仇，怎不怨天怨地。有此惨祸，小秦，回头。我也方无畏计，坐拥美呀人记忆。龙的甲成真，反坐上他送水呀、啊、掌握、啊、用辣、啊啊啊、基情谱一立片丹心，本可接掌兵阿、啊、父为使其人无大志意，望佢久力拥抱，可惜英雄似雾，一难统得领红丝，丁奉好胜金陵有勇无谋，俱不能成一单大事。除醒懦弱于暴，吕蒙声如烈火，鸡唔即嘅位啊，俱
不得已，此经已答中干，更兼自用相传，不愧是有能知事，堪称富国良才，享受吾后倚重，为人正直无私，只有他文韬武略可担当，大眼帘中显贤明心志，有事啊啦啊，问话小你好，月见意居郎红毛书子，心感慨又沉痛悲不已，如知愧犯财何蒙待以特殊委屈心腹，将兵马总督那事，敢不忠于国家事，内史生不察，修短又明，御字都未剪被驱还，遗恨何极，于是何足惜，只罢莫怕流弊，居心又不轨，亦必须要加以提防，绝不能大意。啊，主公啊，只敬忠勇热情不义之，堪称贤能待如任职。我接掌军机，得此手书战国事，人之将使其言也善，正是出师未接新先送，长使英雄，泪满襟啊。可叹周瑜枉有凌霄志，难敌孔明万卷书，中寄语小乔妻呀，请恕周郎先去。
世长知。哎呀！